你好，我叫敏健，我来自中国上海。这一次在印度的教师培训，我觉得非常的收获的非常多。更多是出乎意料的收获，因为这里的老师的话非常的敬业。无论你问他们多少非常困难的问题，他们都会尽可能的告诉你。而住在这里的环境的话呢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适合瑜伽修行，非常的安静。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友善。在这一个月中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在书本上学不到的。最让我怎么说呢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敬业，而且他们对待这个工作并不是来传授知识，而是将他们自己的爱来感悟我们。所以我希望，如果你们想提高自己的瑜伽的话，我希望你们来到这边，你们会尽可能的感受到这边无限的力量。谢谢。